我们这边这组合感觉比较强啊，三千拍，我觉得这游戏最强的组合就是三千拍，加两辅助，吼，比如说什么阿木木、伊瑞利亚、朱女三小的，反正你有三个前排在前面，你 poke 基本上就打他们啊，你也不会中，哈哈哈哈。怎样靠打撸交到女朋友？你问我干嘛？我没交到，八七。你要问其他有交到的啊？我觉得你要靠打撸交到女朋友，干，你还不如专心赚钱吧。你有钞票，感觉就会有女朋友，不是啊？你有钞票。感觉就不是，我们不能这么俗气。我们要讲的是，你如果会懂得如何赚钱，懂得积极向上，懂得思考你要怎么样子成长到会赚钱的情况，这时候的你就会散发一种自信，散发一种魅力，女生就会喜欢你。对，她绝对不是喜欢你的信用卡，她喜欢你的魅力，懂？懂？男朋友会吃你醋怎么办？我觉得男生难免，因为其实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话，当然我现在没有。如果我有的话，然后我女朋友一直，比如说一直喜欢，管他谁啊，不重要，难免吧，这很正常啊。可是你沟通好就好啊，不要吵架就没事了。这大家彼此之间。对不对？有点小情趣，小吵架 ，OK 的，不要吵到翻来翻去就好了。哎呀！我觉得不要思考怎么靠打撸来交到女朋友啊，不切实际。这说真的，交到也很难久，唉，何必呢？这你不觉得交到没办法久的很浪费时间吗？那你还不如就不要交。你如果只是想打炮，那你还不如赚点钱去花算了。真的假的、啊？哇哈哈！怎么那么痛啊？对面，我是暴盾吗？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你与其浪费时间在不值得的人身上，还不如就不要交。真心不服，那没必要啊。如果你是男生就算了，因为毕竟现在的社会价值观还是会觉得男生是赚的，对不对？如果你交到一个不值得的。当然这样是蛮畸形的啦，只是我觉得你是女生，其实就蛮可惜的，不要花时间在不值得人的身上。哥，这个真娜，这个吹，这个扭，这个风，胜利50%的保证。我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交到？我交，
一二三四四个吧。对啊，啊就也是看多啊，所以觉得还是找一个适合的，不要浪费时间比较好，对不对？哦 ，nice。哦，哦，啊死了！哦，张飞怎么那么久才出来啊？求男友，哎呦！对啊，对男生也是浪费时间啦。哎呀，对男生女生都是啦。你们绕了那么大圈，重点就只是要找到好的、啊。虽然很模糊，可是就是这样啦。啊！吹错边，哪？那为什么是往上躲啊？我不会就这样子被 combo 到死吧？不是吧？就跟你们讲说不要盯我嘛！感谢订阅 ，S465897， 谢谢。当然也不是叫你现在听了实况以后就认真的想说你们现在这段关系到底是好还不好，对，就是如果你有男女朋友的话，对啊，因为重点还是你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啊，你现在是开心的就好了，双方是开心的就没问题了，然后不要想那么多啊，对啊，我指的是好，我要死了。我指的是如果你已经是很不开心的状态，然后你还为了可能这男生家里很有钱，可是他会打我，不行，我为了未来我要忍一忍，这种就很病态，你知道吗？就何必呢？我要出什么啊？对啊，讲那么多只是觉得干，这个游戏没有 AP 吗？哦，我点错了，点错了。嘻嘻嘻嘻嘻嘻嘻，让你以为你活下来，其实没有。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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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吼、哦！啊！闪现过去被勾，怎么没死啊？怎么那么硬啊？而且我买错装了，我发现。哎、欸，对面是断线一个，然后 EZ 夸爪。我买错装啦，为什么会买到这件啊？靠他们，我感觉有点难打了。那 AP 蜘蛛其实挺烦的、啊，讲真的。不对，他不是 AP 蜘蛛啊，我误会了，不是、啊、我们狗头出 AP 的、啊。不是，他不是出 AP， 他只是高一而已。起来了、啊，阿木。Feel my sting， 这一锤啊！这游戏就是要躲起来这样吹，你知道吗？然后这龙卷风就这样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都没中。赶快去吃好吃的。游戏还是要稍微 bait 一下才好玩，没有人 bait 就没有人弹。哎、欸，他要断线了是不是啊？哦，我只好把他杀了。嘿嘿，呵呵呵。我这蜘蛛现在飞的速度太快了吧，超难闪欸，我刚是准备好要闪我才闪过欸。瑟雷西很会扭欸，哈哈哈哈哈！霸气！干包王！你要死啦，木木！我要死啦，木木！啊呼！哦吼吼吼！几滴啊？哎、欸，应该 ，nice。噔噔！
三十块，哦，超十块，我有四王之猫了。来了来了来了，这边一直少一个、啊。哒哒哒哒，接着一个啦，蜘蛛一个跳，蜘蛛 Kiki， 阿木木冲在最前面，真娜这时候来收头，一个头，两个，哇，奈德利真的是 bad manner 啊，把真娜的头抢掉啦。这时候真娜奶再奶，超级大奶。啊！现在失去这场比赛应该是要 GG 啦，我们恭喜神兽送啊！被绑住了，没有啊 ，GG。我 AI 跳不出来，滴滴，是你的啊。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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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哈哈哈！哎，是说他有玩一下下，然后又断，玩一下下又断，玩一下下又断，怎么那么惨啊？可能家里网速不好，被中。